第三百二十三集，刁子都被他的不屈杀害，余党和其他贼寇在檀香汇集，被称作檀香贼，攻略魏郡清河，魏郡大吏李雄的弟弟李禄阴谋叛变，迎接檀香贼进城，有人把李禄的阴谋。 报告给魏郡太守颍川人姚七。姚七召见李雄，质问。李雄磕头承认，表示愿意和老母亲一起赴死。姚七说：“做官呢，如果不像做贼那样快乐，可以和老母亲一块儿去投奔李路。姚七派官吏把李雄母子送出城。 李雄出城找到李禄，带他到郡治邺城的西门。李禄不生惭愧，自杀身亡，以向姚期谢罪。姚期叹息，按照礼节安葬了李禄，恢复了李雄原来的官职。于是，魏郡的人都敬服姚期的威望。刘秀派遣吴汉率领王良等九位将军。 在邺城东面的漳水河畔攻击檀祥贼，大败贼兵，十余万人全部投降。刘秀又派王良和大将军杜茂率领部队安抚魏郡、清河、东郡，扫平各个自保的营寨堡垒，使这三郡平安清净，边疆的道路畅通无阻。正月十七日。 刘秀把所有的功臣都封为侯爵，梁侯邓禹、广平侯吴汉都享有四个县的封地。博士丁豹发表意见说：“古时候分封诸侯不过百里，树干强壮，树枝弱小，以此来把国家治理好。现在封四个县，不合法治。 刘秀说：“古时候的亡国，全是因为无道，从来没有听说过因功臣封地多而亡国的。殷襄侯殷实是贵人殷丽华的哥哥，因为战功应当增加封地。殷实磕头辞谢说：‘天下刚刚安定，有战功的将帅很多。’” 我作为后宫的亲属，仍然要增加封地，就无法面对天下。这是因为皇亲国戚受到封赏，全国百姓都评价他的功绩。刘秀表示接受。刘秀让将领们各自说出所愿封的地方，众人全都指出富庶的县份。河南太守颍川人丁。 只请求分封自己的故乡。有人问他原因，丁说：“我的能力小，功劳又少，能够封乡亭侯就很优厚了。”刘秀听从了他的意愿，封他为新安乡侯。刘秀命郎中魏郡人冯秦主持分封诸侯事宜。 冯琴估量每个人功劳的大小，分封国土的远近，土地的肥沃贫瘠，使得谁也不超越谁，没有不满足、不服气的。刘秀认为冯琴有才干，将尚书重事都交给他负责。以前的做法是，尚书郎的位置由尚书令史按年资一次递补。 刘秀开始用孝廉当尚书郎。刘秀在都城洛阳建立高庙，每年春夏秋冬四季联合祭祀汉高祖刘邦、汉文帝刘恒、汉武帝刘彻，在宗庙的右边建立祭祀土神和谷神的社稷坛。 在洛阳城南建立祭祀天地等众神的神坛。长安城中粮食耗尽，赤眉将领们把搜来的金银财宝装上车，大举纵火焚烧宫室、街巷、民宅，恣意烧杀掳掠,掠。长安城中再也看不见行人。 赤眉于是领兵向西，号称百万大军，从南山起，对所经过的城邑进行抢掠，随后进入安定北地。邓禹率领军队向南，到达长安，驻屯昆明池，拜谒祭祀高庙，收集西汉十一位皇帝的神位，送往洛阳，同时巡行陵园。 安排官兵侍奉守护。真定王刘洋制造谶文说：“赤九之后，阴阳为主。”刘洋的脖子上生有坠瘤，想以此祸乱民众，并同绵蔓县的盗寇互相勾结。 刘秀派遣骑都尉陈复、游击将军邓龙去召刘阳，刘阳紧闭城门，不让他们入内。刘秀又派遣前将军耿纯持符节巡视幽州、冀州，沿途慰劳各处的王侯，并密令他逮捕刘阳。耿纯到达真定，住在驿站，邀请刘阳见面。 耿纯的母亲是刘洋本家，所以呀、啊，刘洋不怀疑他，而且又仗着自己人多势众。而耿纯神情安详，刘洋就带着随从官署前去见耿纯。刘洋的兄弟们全都带领轻装的士兵守在门外。刘洋走进耿纯的住所，拜见耿纯。 耿纯以礼敬的态度迎接，乘机邀请刘阳的兄弟们全都进屋，于是关闭房门，把他们全部诛杀，然后率领军队离开。整个真定都处于震撼和恐怖之中，没有人敢有所举动。刘秀怜悯刘阳谋反还没有行动就被诛杀。 又封他的儿子刘德继任真定王。二月十六日，刘秀前往武。鲍永、冯衍确实了解到刘玄已死，于是发布文告追悼，放出楚大伯等，封存好印信绶带，遣散所有的部众，用头巾包头到河内投降。 刘秀召见包勇，问：“你的部队在什么地方？”鲍勇离开座位，磕头说：“我效忠刘玄，却不能保全他，靠他的部众期望富贵，使我感到惭愧，所以全把他们遣散了。”刘秀说：“你的话格调很高，而心里却不高兴。”不久。 鲍勇因立战功而被刘秀重用，冯衍被废弃不用。鲍勇对冯衍说：“过去汉高祖刘邦奖赏有罪的季布，诛杀有功的丁笔。现在我们遇到了圣明的君主，还有什么忧虑呢？”冯衍说：“有一个人挑逗邻居的妻妾，年纪大的。” 唾骂他，年纪轻的答应他。后来他们的丈夫死了，这个人娶年纪大的人为妻。有人对他说：“他不是那个骂你的人吗？”这个人说：“她是别人的妻子。我希望她答应我，她是我的妻子。我希望她唾骂别人。” 人的命运很难预料，而做人的道理却易于遵守。遵守做人道理的臣子，还怕什么死亡呢？大司空王良多次违背刘秀的命令，刘秀大怒，派遣尚书宗广持符节到军营中就地处死王良。 宗广逮捕王良，用囚车把他送到首都洛阳。囚车到了之后，刘秀赦免了王良，任命他为中郎将，到北方镇守机关。十九日，刘秀任命太中大夫京兆人宋弘当大司马。宋弘举荐沛国人桓谭当了议郎、给世中。刘秀。 让还弹弹琴，喜欢那种复杂的音调。宋红听说后感到不高兴，打听到还弹从宫中出来，宋红穿戴好宫服，坐在大司空府中，官吏去召还弹还谈到来之后，宋红不给他座位，就开始责备他，并且说：“能自己改正过失吗？” 还是让我根据法律检举你呢。”桓谭磕头谢罪。过了很久，宋红才打发他走。后来，刘秀大会群臣，让桓谭弹琴。桓谭看见宋红失去常态。刘秀感到奇怪，问宋红是怎么回事。宋红于是离开坐席，摘下帽子谢罪，说。 我所以举荐桓谭，是盼望他能用忠心和正义辅导君主，而他却让朝廷上下沉湎于郑国的音乐，这是我的罪过。刘秀一听，表情由奇怪变为惭愧，向宋弘表示歉意。